大家好，我是高雄市陆中庙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。因为这次荣耀得到这个好市长树的表扬，这是我的肯，这社会给我的肯定，我要更加努力回馈给社会。这是我要一定要努力给大家一个最好的生活和品质，这是我的荣耀。谢谢。我先生这样，我很骄傲。我他的楷模很好，哎，对社会贡献是最好的。谢谢各位，好，谢谢。